水银不水银的咱先不说，最起码带个净化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这滑板鞋这种的英雄，你被控住了，你说你还怎么玩？极端打法，多兰剑出门，出门直接干。玩一把蜘蛛啊，兄弟！感觉俺俩这两天呢不太对劲，扎吧，打飞机，飞机，哎呀，后期发育阵容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没完了是吧？你留点蓝不行吗？这顿扎呀！人呢？蓝开的啊，不是红开的，红开的。一小兵。他们可没打。包女一般二级不能来吧？跑的是真快呀！不参加。你过来，来，不会复，没意，他有意，但是他没有放眼儿啊。那我去冲吧，还有点稳。确实是有点稳。这种馅儿他都不吃，这什么意思？他看着你出来了，这是还要揍我了？哎呀！看我帅了，他敢出啊！风水轮流转呢，真是小伙子。人没了啊，上路，但是你那边有眼儿，搜一下 ，E A W 接个 Q， 往前追 ，E A 再 A 再 A 再 A， 致命点燃死。是时候杀你们两把了，小伙子。有空呗，兄弟。这完了，这又空兵线了，想来个红宝石比较难呢。算了，两把长剑，
还好还好，这武器大师这英雄控不住，可以接受。萃取，我让你出的后悔，让你出的新奇，兄弟。小心点，豹豹应该抓不死你。他敢来，我就让他俩全死这波。耀光萃取，不把我当人呢，兄弟，啊，不把我当人呢，这是耀光加萃取。今天这武器大师，我不把他杀个十遍啊，我就不叫蓝林汉。这一下，这加里奥干嘛呀？越塔吗？这是？看不起你，真是看不起我，他敢这么出装，我都没见过。我把这边竹奈的突破走，打吧，随便打，现在我们上路已经优势的不行了，兄弟。直接就打，我打了。哎，不急啊，可以干。全死，给个人头。加里奥，没记得呢，没记得呢，杀杀杀杀杀，杀杀，冲杀，都得死，我告诉你。AD 来了，好死吗 ？EZ 都没来，这波一换五，你死了。我被加里奥闪，加里奥闪这回。好吧，我该回头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好吧，一换五拿个峡谷血钻，确实血钻，
这已经不是血赚的问题了，这把拿下。血赚，不止血赚。nice， 好起来了呀，拿下，又一环起来，拿下拿下拿下，吃我塔皮，吃我的塔皮，还敢吃我的塔皮？这个加迪奥就是我们前面那个队友，就一直送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你别急，中路用不用我来？我走一波，等我换掉把他杀了。哎，这波派头上的有点急，他们两个上的有点急，不等人，我还没到呢。观众朋友们，看好我怎么杀这武器的啊！没完了是吧？这，他们这猫咪一直跟着这暴雨了。是啊，这不完蛋了吗？700块啊，在左边啊。武器是没传的，猫咪已经跟暴雨连体了。等我等我等我，我马上到。给我闪！贝塔，他们那个打野辅助和中单都要上来。别在直播间了，别在直播间，在直播间要死。刷。他们打野、中单、辅助都在。算了吧，那确实在，主要他们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暴雨跟着辅助在跟着暴雨，他们俩是二打一。可以要啊，
三五可以要，飞机刚好炸药包。小龙，二十秒。小龙。他要不了了，飞机死了。这里走怎么能有个眼儿？飞机怎么没传下路啊？飞机。这打不过，那肯定打不过，他有大我没大呀。加里奥什么技能？有没有闪？加里奥没闪，没大。试试看啊。不对，好像有闪，但没大。猫咪没虚弱，没虚弱。猫咪没虚弱，没虚弱。龙吧，看一下。嗯，可以龙。加核心，加暴雨没闪。闪现了，我那波给那武器杀的那一波不应该，谁知道那里能有个眼儿？给他活了一波。咱们现在打团随便打。嗯。他们 AD 没闪，暴雨没闪，打他切他们 AD。OK。我现在有重伤，他们奶妈也不好奶了。拿武器干嘛呀？我可以杀他们。没在啊，人可没在。应该把这车给卖了。
坏了。他妈的！这派克把派克抢小麦，没闪现，没闪现。不上好了，操！他两，他有净化。这两波送。我这技能全交了，还没杀了人。哎，这波能打，飞机位置有点差。猫咪怎么这么能耐？哎，你们可以打，他们才三血，七秒大，接下来。谁中塔了？继续推有点费劲吧，有点费劲，这得要个重伤啊。武器没有传送啊，他是没传的。来了，他闪好，他闪好，不要闪。哎，大龙能不能拿？大龙感觉容易被。要不推中，或者小龙。还有一个暴雨停要抢龙，小龙吧。派克到底在干嘛？有意没有？听话了，听话了。哎，这队友在干嘛呀？能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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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干嘛？大龙，能不能大龙？差点劲哈。差点劲，差点劲，小龙吧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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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大飞机，个区区，我这队友为什么是无弱队？这武器大师装备跟我差不了太多呀。这 ADC 没闪现，没进化的，把 ADC 下去，没闪现的。哎，看到位置，看到位置，胡哥。看着了。
嗯？哎，这是怎么打起来的？这是？哇哦！那为啥这一点是没？哎，他们来的很多，他们两个来。这某些大师是不是有点找死？我发现，他是以为自己又行了是吧？来死小黄毛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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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大龙吧，大龙吧，大龙大龙大龙，没兵线有点差，兄弟。兵线还好，大龙过去。那大龙来大龙，这冷一波了。滑板鞋活了。这小黄毛前期技能甩的不准，我发现了啊，原来是为了后期做铺垫。大龙就没人要呗，这是。哎呀！533，这把确实还行，不过这把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武器根本就不厉害，这就是个大师的武器吧，估计上不了台面。飞机无尽了，直接下路吧，他要推我们家呀，给他换呗，要不让他换吧，给他换，给他换，不要了。这都没够着，这个破口有点疼啊。那个不疼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有点费劲了。后边武器飞机，救一下飞机。哎，飞机只要不死他们家就会全死。杀杀杀杀杀。哎，能不能一波有点费劲呢，兄弟，走走走走走。他有 T， 他有 T， 他有 T、啊、他有 T， 那可以。使劲猜，使劲猜，使劲猜，猜猜猜猜猜，可以。其实上一把也应该赢的，我觉得。十七，你觉不觉得上把的滑板鞋应该？